陆陆续续吧，半个月，这个大概就是用了5万多英里，高度2.18米的样子。2008年2010年的时候吧，那时候具体就开始玩。早些年呢，小孩子不是小嘛，然后存点硬币嘛，他们就全部背回家了。他们要玩，我就帮他存一点。到后期呢，他们长大了，然后看到那个大的钞票了，他那个小的硬币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存在那里放那么多怎么办呢？然后我就想着去看看能不能堆点东西玩玩，然后这样玩就玩上瘾了。我建筑那蛮多的嘞，啊，上海那个中心大厦、东方明珠桥梁里面有赵朱桥，还有一个是斜拉桥。基底很准确，没有，大概也就8-9万枚吧。这个是小的那个铁的一毛啊。